Triple Chain 纸上谈兵是一款策略消除游戏，结合了 RPG 与消除两大玩法，让玩家能够享受到连串打击的快感。每一位英雄都有自己的连锁技能和不同的攻击模式。攻击模式有三种，近距离攻击是要串联周边相同颜色的怪物来攻击敌人，远距离攻击只能够选择同一个直线上的怪物，选择后就会自动串联附近所有同色的怪物发动攻击。远近混合型攻击则是在选定第一个怪物之后，可以选择要直线移动或是跳跃到直线上相同颜色的怪物上进行串联攻击。只要串联越多相同颜色的怪物，就能够触发角色的连锁技能。另外，在串联的路线中，如果有经过我方角色的话，还能够触发辅助技能，让战况更加有利哦。想要玩点另类的消除游戏的话，不妨来试试看这款哦。